干嘛去拍这个影片骗流量干什么？你骗这个流量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何猜一个大兄在替你瞧这代志，你是没有在大兄闹底嘛？对不啦？啊，今仔日你刚刚拍这个道歉影片，你感觉你何得做？你去设立一个公司行号啊，据说我的本名叫高二，你觉得他会让你开筹备书吗？他会让你开登记公司行号，让你登记直接负责人本名就叫高二吗？你懂吗？不要学人家在那边搞什么两面手法。啊，你看你，你刚刚拍这道歉影片，你感觉如何的做？我在直播啊，我直播音啊。你这里也来搞直播的嘛？哦，好啦。我在讲啊。好啦，哎呀，好啦，好啦。输的还在前面讲一下，你了解了，了解了。你如果真的想要道歉，就诚恳的一句话，哦啊，啊歉意啊，道歉，我就没有详查事实，是故意的了嘛？影片下架就好了。我就那么简单，来，我帮你画一个目睭，啊、哦，目睭，哦，我帮你先画一个目睭啦，哦，画一个高个目睭啦，哦，啊，画一个鼻啊，哦，画一个鼻啊，哦，画一个鼻啊，哦，啊，你画一个嘴，啊、哦，嘴，这里的嘴，啊、哦，啊，你也笑鬼啊卡，笑鬼啊卡，我帮你画一个哈，笑鬼啊卡，我帮你画一个。各位小鬼要看哦，小鬼要看哦，我帮小鬼要看一下啊。各位小鬼要看哦，安尼哦，来哦，各位小鬼要看哦，那在想，各位来了，那在想，各位来了，各位小鬼要看来哦，恭喜各位来，哦，恭喜各位来。三立新闻网。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，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，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